纯净是食物的品质，更是人心的标尺。民以食为天，食品安全大如天。北京时间16点整。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综合减灾司副司长胡俊峰。大力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，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，是全社会共同参与、共同建设、共同享有的事业，需要汇聚全社会的智慧和力量。爱于心，见于行，中国之声公益报时。广播电台，中国之声。